This is Woke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ke Media, the call of the world. All Woke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Wolf Media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胡中南的频道。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啊，就是中共在习一尊的这个英明加速之下，他能不能最终放弃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药，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药他停不停得下来。最近啊，中共大部分的这些政策，无论是对吧，对于那些顶层的超级富豪圈的整肃，对于娱乐圈的整肃，对于这个贪腐官员的整肃，以及呢对于这个共同富裕口号的再度的这个大肆的传播，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架势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回到这个又红又专的鲜明正根的这个社会主义当中去。其实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是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真正兴起，其实就是从八九六四之后，对吧？那么改革开放，然后呢价格双轨制，然后六四，然后沉寂一段时间，92年，然后老江开始，对吧，在邓的鼎力支持之下大肆这个推广这个闷声发大财等等等等。那么在我看来，这一系列的这个骚操作本质上就是吃资本主义的药。这个药呢，就是其实本来呢，他们就是想吃一吃这个延续几年寿命，但是呢，谁知道呢，这个药一吃啊就停不下来。因为这个药它确实太好吃，除了药本身好吃之外呢，它还傍上了美国这个供应药的这个资本主义药的这个大佬。那么这就导致在加入 WTO 之后，那么中国经济的一个腾飞。那么时至今日啊，很多中国人似乎啊，就是在那种快速经济发展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就误以为自己似乎已经来到了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特别是在北上广、东南沿海、长三角地区啊，这些发达国家啊，不是发达的区域。当然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区域其实它的生活方式已经跟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单纯从这个生活方式和这个经济发展程度和人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情况下，那么人们就已经忘记掉，那么资本主义对于中国来讲，只要中共的集权专制体制它不改，只要中共没有做到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它对中国来讲，它始终就是一个药的存在。现在习一尊他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想要把这个药给停了。因为这个药它副作用有一点太大，对吧，这个副作用已经有一点要颠覆掉这个它的这个整一个体制大厦的根本。所以说种种迹象表明，就是这种回潮式的思维其实是长期存在，然后呢似乎也将进一步贯彻下去。那么我主要想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药对中国来讲已经很难停。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观察来讲已经很难停了。那么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首先就是我周围的很多，对吧，可能也是90后，对吧，其实他们呢其实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其实手里呢也都掌握着一部分的财富。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他由于
已经啊是进入了一个相对 中产的一个 社会，所以说你现在，对吧？你现在啊大搞这个红色教育，大搞爱国主义渲染，那么事实上，但凡啊对于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人，换句话说呢，在北上广长三角地区能够踏入中产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人，其实他的思维必然是符合这个市场经济规律。因为如果你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你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做到正常的投资和正常的一个获利。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你说他会相信你那些什么长津湖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啊等等等，他会相信你老习是真的是如此的英明伟大正确？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似乎谁能带给我手中财富的增加，这个是一个更加现实实打实的一个问题。虽然很多啊中国人在这个网络上他是一种键盘侠的这样一种形象存在、啊、似乎是一旦到了网络生活当中，他是自己的这个思维是处于一个自己的这个想象中的一个空虚的一个虚构世界当中。但是这些人他很奇怪，他是有一种就是双重思想，就是他网上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一旦就是到了这个现实当中，就是面临很严肃的自己财富如何增长如何保值的时候，其实他是心里是很清楚。而且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90后啊，其实这种双重思想的这个思维的割裂其实已经越来越少。因为随着就是这个互联网的普及，导致呢这个信息的爆炸，人们在这种混乱的这个信息当中啊，就是极大混乱最后其实是带来极大的秩序。因为在这种极大的混乱当中，人们为了确保自己不上当受骗，对吧？中国这个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坑蒙拐骗等等等等，特别多。其实就是因为这种环境导致，如果你人没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如果你还是长期处于这种这个思维和行为脱节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你必然将会面临被收割，面临财富极度缩水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这其实是倒逼了大部分的就是中国的一些城市中产阶级、其实他们是有很大的这个民主意识觉醒的这个潜力。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很多人其实已经是觉醒，但是呢觉醒归取觉醒，就是思想上的觉醒和带给中国整体的这个社会制度的这个改变，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其实也就是体现在这个中共专制集权它这个坑蒙拐骗偷加上这个军警宪特相互勾结啊，这种黑暗的统治，其实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看清这样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资本主义的药停不停得下来，至少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啊，就是你说你回到这个就是像当年文革时期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是很不现实，他们是不会去配合。事实上如果你深挖下去，大部分如果对于就是中共建政早期就是老毛手里的整一个就是政治走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知道其实文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实是历次的反复的政治运动之后啊。那么在我看来，我就是抛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就是个人崇拜爱国主义内卷的这样一个体现。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早从那个什么反右开始，对吧？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三反五反，然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等等等，这样的下来，其实人们的这个癫狂程度，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一个
逐渐内卷的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的这样一个积极的响应国家 号召的人，那么最后可能就沦落到变成了一个右派，因为他对老毛的个人崇拜不够积极，那么崇拜不够积极就是叫做 崇拜不绝对，那么就是绝对不崇拜。那么所以啊，中国现在其实只这个爱就是这个爱国主义也好，就是红色价值观也好，就是这个回潮啊，其实是还是处于一个初级的这么一个阶段。尽管它是在一个初级阶段，但是很多这个从那个自媒体博主啊等等方面来看，他们的这种内卷已经开始逐渐的形成。所以说中国下一步一定是一个走向分裂的。怎么的一个分裂呢？就是说参与收割爱国财的这帮人，他会不断的内卷，然后去不断的推出更加极端、更加激烈、更加脱离现实的这样的言论。他只有不断的透过啊这样这个爱国主义的自我包装，对吧？对习个人崇拜的自我包装，他才能在这个发爱国财的这个圈子当中能够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同时呢，他们越这样干，那么他们所推出的各种各样的言论就会显得越来越魔幻，最后就是脱离人的一个正常的接受范围。因为除非你人是疯的，只要你还有一定基本的这个事实认知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你不可能不看到就是啊，走自由民主法治和开放社会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无论你现在派出多少的这个小粉红也好，大外宣频道来鼓吹啊所谓的啊这个美国这套资本主义快要完了等等等等，就算美国的这一套体系它在现在的国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啊，那么相对于中共来讲那都是小问题。就是中共它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你去改正或者是对于美国现在国内的各种各样烂摊子情况的这个拨乱反正，这种拨乱反正的方法其实恰恰就是要依靠对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从根源上的批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的这个病才能治得好。那么综上所述呢，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下一步一定会走向分裂。就是说呢，它是以啊就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仍然要坚定走这个闷声发大财的资本主义老路，和以这个习一尊为首的这么一系列的为了发爱国战争财的人，那么这其实是中国的两个中国，就是两个社会，两个截然相反非常割裂的社会。那么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互相割裂的社会都在空前的进行自我内卷。那么正因为这种两个方向的自我内卷将会长期存在，就必然导致中国下一步走向必然是走向分裂。因此呢，如果说有人要问我，就是如何结束中共的集权专制体制，那么有一句话就是说的非常好，就是亡共在共。在这样的它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之下，这样大的历史大潮之下，恐怕这样一个中国的这个庞大的集权专制主义的帝国，那么最终的命运恐怕并不是啊这个庶族叫函谷举天下大乱，因为它的长期高压是会长期存在的，人民底层民众已经弱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组织抵抗的一个程度，那么它必然会先走向一个分裂。那么只有先进行分裂了之后，那么才会在分裂的夹缝当中
产生的局部的这个管控的模糊地带，最后啊才会中国真正彻底迎来一个乱世。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三国演义，对吧，这个有一句话就是讲的非常好，这个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其实是对于中国社会这个千百万年下来的一个基本规律的一个总结。那么我觉得这个总结即便是放到当今的中国也是没有错，中国合了确实比较久，合久必分，这个才是中国大的趋势所在。好的，感谢大家收看 Wolf Media 的节目，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评论转发。